开春周末假期不只是北花莲，南花莲卓溪乡为了迎接2024全国布农运，包括了体育会、排球协会还有多元运动推广协会同步举行各项球类的代表队选拔赛，竞争非常激烈，透过镜头来看看选手卯足全力拼搏，竞赛过程精彩刺激。除了男子篮球赛，一旁女篮选手的竞争也不遑多让。虽然只有两支球队竞逐，不过领队也借此让选手彼此磨合，培养团队默契，从中共组卓溪女篮梦幻球队。卓溪乡迎接2024年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，包括体育会、排球协会以及多元运动推广协会今天同步进行垒球、排球以及篮球竞赛。除了是以球会友彼此切磋球技之外，各个承办协会也有一致的目标，也就是为今年全国布农运各球类竞赛进行代表队选拔。这是办理113年度迎春杯暨布农运选拔赛，这次的比赛哈，主要是迎新啊、新春，然后再来就是布农运的全国布农运的选手的选拔。相较于以往以各村组队参赛选拔，今年则打破改以自行组队的方式来参加，除了以冠军队伍为主，为了避免有一柱之憾，各领队也透过选拔赛过程筛选优秀的选手加入代表队。卓溪乡要以坚强阵容备战2024全国布农运的挑战。记者石玉兰卓溪采访报道。